We got another question from one of your buddies. Zhang Hanwen. Zhang Hanwen. Yeah, Zhang Hanwen. Zhang Hanwen, 做过最疯狂的事。做过最疯狂的事，我觉得他一定很难选、啊、我也觉得他太多故事蛮难选的，就是看你要怎么定义，你也可以把它范围缩一下之类的。就是你觉得你跟我们讲我们会Oh really? 应该是我们最不可能相信的事情。Oh, okay. I have one.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人去坐火车环游美国嘛。对。Damn! 然后我一个人坐火车。还没到还没到。我觉得这样就很酷了。我一个人坐火车环游美国。然后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就是碰巧经过了一间放老电影的电影院。嗯。然后那一天在放花样年华。花样年华这部电影是我爸最喜欢的电影，嗯哼，现在也算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这样子。Yeah.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哇，这是一个缘分，我一定要来看这个电影，嗯，所以我就去买了票，我站在门口就是等电影，因为还剩十分钟电影要开始，我就站在门口这样，哎，点一根烟抽一下，嗯，因为《In the Mood of Love》里面大家都在抽烟， yeah, yeah. 所以就是很想要就是点一根这样子 ，get the mood。然后你就在门口抽烟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光头，然后穿着裙子的男生。Oh.粉红色的裙子，但它不是那种洋装啦，就是紧身的，是一种有种民族风的感觉， yeah, 就看得出来这个、算是个艺术家的感觉。Yeah, OK。然后他就站在我旁边也抽烟，说：“啊，你看什么电影？”我说 ：“In the Mood of Love。”他说：“哦、oh, ，Me too。”然后呢，我因为就是美国人的 small talk， 就是、yeah. 直接被激发了，我就必须得讲话，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。结果 turns out 他是一个电影的写手，他是写 script 的。哦，哇，电影的 script writer、嗯。Yeah。然后他写的，他是一个蛮有名的电影，叫《蝴蝶与潜水钟》。OK， 你们可能没有听过，但算是小那个 indie movie 里面算是有名的一个 indie film 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聊电影，因为我其实刚上完电影课，所以就对王家卫算是蛮有理解，所以就跟他聊。他就哦，这个人有想法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哎，要不要一起看？”然后我就跟这个光头穿粉红色裙子的男人一起，两个人一起看《In the Mood of Love》。Pretty romantic, pretty romantic. 你牵手。然后我们看完《In the Mood of Love》，然后我们在门口抽烟之后，他就问：“哎，要不要喝一杯？”哦、here we go. Well, I don't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. It's going really good or really bad. 一定会很精彩啊！其实后面就是我就是跟他两个人就在 pub 里面，哎，不要给我我吓了两个人这样。其实我就是跟他，然后他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没有了。哎，他头发长蛮快的嘛。反正我就跟他就是聊了很久，然后我们那天晚上聊到两三点这样子，就聊电影。对啊，对，还蛮精彩的。That's a good experience. 你看台湾很少可以这样子，很少可以这样。而且重点是我第二天就是遇到很多很麻烦的事情，什么旅馆漏水，漏到像那个水帘洞一样子，水是这样灌下来这样子。Uh-huh. 然后我那天一整天都在处理这个就漏水的事情，漏水。然后我晚上就很气，我想说我再去看一个电影。然后我就哎，又看到他，我打电话说要不要出来再看一部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又看了第二部王家卫。他还是穿裙子吗？欸、对，他第二天还穿一模一样，真的假的、啊？裙子配衬衫 ，NPC 吧？裙子配衬衫。你 wanna watch a movie？ 然后我们两个又看了一部之后，我们就站在电影院门口，还跟另外两个黑人，两个黑人，一个乌克兰人、跟一个华人，四个人站在电影院门口聊王家卫，很有意思的事情。That's pretty cool。而且王家卫电影他是用中文原音放的。Oh, 他们这么多就是黑人白人都愿意去欣赏这个、你知道王家卫的影响力很大、而且你就知道在纽约里面是大家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That's true. 不管怎么样的人都可以在纽约去找到一个自己的 where you belong, where you belong 可以跟别人去讨论这样子 Yeah, you can't find that in I guess Taipei maybe, but it's hard 但 That's the power of small talk 对就是真的 open up to peopleSo, 等下出去就直接，等下出去跟老板对八方云集的那个。我刚才跟老板聊了20分钟，这是你第几个锅贴？我已经把老板的商业模式摸透了，我们准备可以准备开一个。老板在外面听个屁屁虫，没错。Two more questions, one last, really quickly, one from JOS_HI, Jaws High. What was your dream career growing up? 我的 dream career growing up 啊，我其实。高中国中的时候，我一直很想去当心理咨商师 ，psychiatrist。对，说我很有趣，对我很喜欢聆听别人嘛，我很喜欢帮别人
处理这些内心的问题。那为什么突然就？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去 do research， 看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 psychiatrist。And you realized， 要读超级多的书。It was too much， 太多书了，完全不想。你不是爱读书吗？你要读，我那个书不一样。上课、对，那个书不一样。你要上很多的学员，你要读研究所， 你还要做两年的临床，还要考证照。Yeah， 哇、wow ！所以我就哇，读。That's too much, dude。而且在你要做 psychiatry， 你要赚钱的话，还是得在美国做嘛。对、那我英文又不好，然后大家你去做华人的话，亚洲人有很少，真的，他都他们亚洲人非常重视 mental health， 不爱说心事，对，真的不爱说心事，亚洲人不爱说心事。而且他们觉得你就是心情不好，忍一忍就过了嘛。哦、就是你不要在那边自己的问题 ，stop bitching about it。Yeah， Asians 都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就没有必要跟大家讲。所以我在这边鼓励亚洲人多注意一下自己的 mental health。Yeah. Okay. Mental awareness. That's very good.